那。洗脑仪式，这个我看过，这个我知道会怎么样。疾风两个月，谢订阅。優しいおばあちゃんみたいな神様がさ。看，想入教，这个教好像。啊？怎么变得温柔的老太太？看起的是每个人看到样子都不一样。喏，阿雅西。哦。他根本不是美术家吧？そうだよ。学生会，学生会，我刚刚有没有看错？本当に？分かったよ。学生会是怎样？ちょっと。はい。安琪同学把我们找过去讨论怎么才可以根绝自相残杀。そうだな。はい。ヨナがアンジーさんを生徒会長とした最終学園生徒会の結成です。看有多好笑啊！这是学生会吗？这是邪教吧？好笑哦！这好像什么奇怪的竞选海报。最終学園生徒会。私たちはアンジーさんをリーダーにして、みんなで一緒に。平嫩鸡 ，hip， 29个月，谢订阅。真的是 C 副哎。マニフェスト、殺し合いの根絶です。うちら生徒会が殺し合いのない最終学園を作ってやるわ。哦，东印，哎，对，很像东印的那个。加入金阿尼。学生为了方针交给神来决定，太微妙了吧？因为只有安琪可以跟神对话，那不是就只好听他说的话了吗？洗脑成功，就是师父啊，某某哦，具备宗教散布的条件，被无可避免的死亡玩弄的不安。东宝 ，S A N， 18个月，谢订阅。哇，怎么连全太也直接变成这样？でもさ、そうだよ。そうそう。グミ11个月，谢订阅。ちょっと。白银比较奇怪吧？白银，我以为他是很理性的人哎，重点是这个家伙超级没有存在感哎。白银从头到尾都很没有存在感哎，不会让人讨厌，也不会让人特别喜欢。这角色就是下一个会死的那一种啊，不然就是杀人凶手那一种啊。百田怎么了？
以说那个复活书到底写什么东西啊？没有时间看吗？稍微看一下到底写什么。自由行动。还好，我本来有想说要不要去买一下白银或者是那个 C 副的股，现在不是很想要买了，我还是去买美兔好了。我们家美兔其实也挺可爱的，只是 end 点而已啊。兔兔，兔兔在这。糟糕，我没有东西，我还有东西可以送吗？不然就是把那个什么机械的那个书送出去好了。欧一满，感情好像不小心变好了。EOO 十六个月，谢订阅。魔姬可以约了，可以约了吗？啊，对哦，因为我们过了一个晚上，感情应该变好了哦。哇，可是来不及了，而且我想说，我都会想要先攻略掉一个人，然后再来攻略第二个人，所以可能会先赢。而且我相信魔姬会活到很后面，我可以慢慢再攻他。收录完整线材螺丝和马达等零件的行路。我觉得机器人的东西都可以送吧，反正虽然跟机网可能会有点重叠，可是这个吧，完美雷射枪，善良士兵把不幸的人当成叛徒制裁时使用的雷射枪复制品，这看起来也可以送啊。好像可以哦。なんだよ。要射的东西射不出来。又要去研究室，又要去研究室，他又要秀很奇怪的发明了吗？他研究室其实还蛮酷的，大变人。太阳眼镜，内建色情影片的太阳眼镜，诸君啊，你们会想要这种东西吗？内建色情影片的太阳眼镜，他眼睛戴上去那么近，还要看色情影片，那不就是 VR 吗？好像还蛮实用的，想要，好像还蛮实用的，而且还有他自拍的影片，看，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这个。这个非常可以，最远最远不吃这一套。喘息取样器又什么？喘息取样器？录好了他的喘息声，喘息声，这好猛哦！我们家兔兔真是为大家着想，真是男人的福音啊！太棒了。每一样东西都是那方面的道具，全都是为他做的，这是在暗示什么啊？男生很需要，对吧？被关进这里也没办法张罗这些，还蛮中肯的耶，还蛮中肯的耶。对啊，他们被关在那边那么多天了，那要怎么办？还蛮中肯的耶。哎呦。美兔真是为人着想的好孩子。ありがとう。秘密。我知道了，我愿意听，我愿意听。
第三个选项是我愿意听，但是发明就不必了。我要听。听呢？烤腰还要再下一次，不，还要再三次。拿到的发明要怎么处理？堆在房间啊，可以享用。啊！他是 N 要选一哦，对哦，有道理哦。这样子吗？选一吗？书柜上好，阿姨那会跳。等我一下哦，我去厕所，马上回来。哎、欸，读档，哎、欸，我等一下先来存档。谁啊？谁啊？我没有看到谁，懂嘞？靠，要白痴哦！谁啊？谁啊？什么椅子安安？我只有听到而已，白痴。哎、欸，还是自由时间哦。哎呦，赚嘞！我觉得需要，还要再去抽转蛋吗？还要再抽转蛋吗？可是我送的东西感觉够多啊。不然是可以啦，不然就去看一下。对啊，刚刚雷射枪好像还有两把吧，大概还有两把。可是我一直以为我的礼物很多哎、欸，可是实际上这样看好像也没有很多。如果重复性蛮低的说。缝纫包，哎、欸，新东西、欸。小花16个月，谢谢订阅。寿喜烧牛奶糖，什么恶心的东西啊？应援团团长外套，哦，这好帅哦。珍珠果汁，砂糖，砂糖应该是给女仆。快乐豆奶，又一本零件目录，修成正果咒语集，指甲油刷，完美雷射枪，雷射枪又拿了一把，男人浪漫炮又一把，踏上故事，木饭金，小帮手小虎什么？可爱，吊床，
青年少年清凉志怎么感觉他也会喜欢啊？化妆金拉到80%好了，气球炸弹泡泡糖，右边跟上面，哎呦，真的耶！为什么？本人偶的假发，节拍器结束了，抽到80%了。其实光是美兔送雷射枪就够了，雷射枪还有300哎、欸，再来找美兔吧。魔姬在对面呢、欸，不，我们要一个一个慢慢来。我们先来美兔，兔兔兔兔。魔姬送他武器，他自己就有了，还需要吗？可以的，可以的，魔姬会在会再慢慢来的。魔姬是最后一个目标。吉祥物机器人，这好像还蛮可爱的。还送雷射枪比较稳，去吧雷射枪。哦，秘密。好的，秘密是什么呢？あのな，你是个 M， 不是普通人。你有自觉啊？怎么看都是人呢、啊？你有自觉啊？我要讲这个。バカか。あのな、いや、なんだか、それは、は？おい、ごめん。一无是处无聊的女人，有一次发生车祸失去意识，在鬼门关走了一遭。原来是车祸了以后就变成天才，看好好、哦、太猛了吧。改造人。ちょっと你看看机网，既然有把机器人做宛如像人类的技术，我是本改造人也不新奇啊。现在就来分解本小姐吧，先从腹部剖开，把这个粗大东西偷走。快骂他！他只是欠骂而已啊！
哦哟，骂得好啊，多骂他几句。好奇怪哦。此处应有本，大家都同美图。这 V 三的本子也太多了吧？以前的大乱破枪弹面膜没有那么多怪怪的剧情啊！哇，黑白太郎遭到黑白蛋处罚，被揍到倒在床上起不来。什么？要死人了吗？哦，是魔姬耶，进来我们房间了。可以跟他独处不好吗？哦，有 CG， 给你们看酷酷，我们可以把罪缘遮起来。だけで考えてても仕方がないのかなって、なんとなく桃太くんを見てたらそんな風に思ったんだ。あんたってあのバカに憧れてるの？憧れっていうのとはちょっと違うかもしれないけど、ただあそこまでがむしゃらな人って今まで僕の周りにいなかったし、もしかしたら头像放在这里，そういうところなのかもって。男が男を語るのって思った以上に気持ち悪いんだね。ねえ。你还是那么快呢？別に。そうだね。必要的东西，塑造应有的形象，多余的人哦，反正就是那种训练嘛。白天到底怎么了？白天难道要去了吗？呀哈！不，西服要来洗脑我了！哇哇，被学生会包围！なんで？呀哈！ね。でも。そうです。我们学生会正在考虑限制大家在夜晚的行动。あのさ、
よよよよよよよ。ね、神様だよ。神様だよ。神っちゃうね。ニッパだ。はい。うむ。安鸟，安鸟喂。哦，这怎么越来越吵啊？哒啦啦啦，哒啦哒哒哒。你居然把粉红 JDT 换成 CFT 啊？没有，因为回家的时候淋雨啊，然后就是雨下太大淋雨，那一件就撕掉了，黏哒哒的，我就把它脱掉了。因为叶子是协会人士。那好，我们先来存档。这边差不多也刚好到一个段落，我们要记起 JJ 的教训，我们要存档。史上最大绝望事件四个小时超绝望误追我们家 JJ 真是超可怜的。绿茶十个月，安啊，晚上好。看四个小时，真的四个小时，其实可是四个小时，其实试一下玩很快，对话就直接按住叉，他就叭叭叭叭就直接跑过去，所以其实四个小时可以浓缩大概到两个小时就可以结束了。嗯，耶！现在是因为看对话，所以会花比较多时间。ねえ、くそ。封锁连接地下道的人口。嗯，收啦，七个月，谢订阅。うちの魔法で。ね。だって。有那个人口在，就没有办法舍弃想离开的心。安琪就直接在这边开了一个教啊。いいですか？下げんな。確かに。そうだよ。我突然觉得白银很废耶！我突然觉得白银很废。啊。ありがとう。是不是入教就可以被安琪抱抱？入教就可以被安琪啵啵哎！红发黑眼的，你脑中的卡米萨玛原来是红发黑眼吗？黑发红眼，黑发红眼。脑中的。黑发红眼什么角色啊？还蛮多的耶。黑发红眼就春川呐、啊。本
なるほど。なんだよ。そういえば、そういえば、ね、每个人都被紧盯了，是不是啊？啊，小马嘞，怎么没有人去管小马啊？那不是小吉啊，那个鸡巴人才应该要被管吧？でもさ、ね、大家都不会想离开。十一住都不愁，还有很棒的伙伴，还有神明。你什么？你干嘛？ふざけやがって。いい加減にしやがれ。おはくま。おはくま。ねえ。そうよ。もう貴様ら。哦，还有一把回忆灯呢。なるほど。Right now, you're on the threshold of an amazing adventure. 哦。他该不要把它砸烂吧？哦，我就知道。我靠！ニャハ！これも生徒会で決めたんだけど、思い出しライトはもう使わないことにしたんだ。え、なんで？だってこのライトで思い出すのって結局外の世界のことだけでしょ。龙骑さん、2ヶ月、谢订阅。だってみんなにとっての世界はもう外の世界のことじゃなくてこの最終学園のことだからね。安琪教主、我们跟随你。安琪教主、安琪好棒啊！赞叹安琪，赞叹师傅。あ、もう、バイクマン、バイクマン、にゃはは、ちょっと、まったく、違うよ、そうだよ、ふざけやがって、ごめんね、おう。那件事打算怎么做？死者复活。やっぱだって。え？そうだ。何なの？是为了牺牲才复活？ね。でもでも。はい。既然是神明说，那就没办法了。哇靠！完了，他们都被洗脑了。なんだよ。そうそう。あのさ、让谁复活？这是个好问题。神様。蓝太郎？为什么？天海。不要选曾经杀了人的阿峰和展美。龙马也有不顾禁止擅自交换影片。也是啦。欸，他是蛮衰的一个角色啦。在选教徒，所以仪式到底什么？我靠，一半呢，一半的人是学生会的。何なの？でもさ、ね、
六对六。なるほど。ところでさ、白天怎么了？白天看好像不太好。该不会很怕这种妖魔鬼怪的东西吧？复活算吗？哦，又有自由行动时间，太棒了！讨厌的东西是神秘学，神秘学复活算神秘学吗？吓死！外法圈，现在还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吼。喜欢儿童节目，欸，他喜欢儿童节目的话，我送给他儿童的东西会不会也喜欢？算了，我觉得还是送给他那个枪比较稳。你在哪里，兔兔？哦，又在电脑房。我真的很不喜欢这层楼的 BGM 欸。这是一句啊，是。既然如此，只好把衣服脱掉了。快脱脱脱！你给我看为什么换我脱？不能脱就路易发用本小姐完美的比例。有什么烦恼吗？回去躺床休息比较好。生了什么病吗？三个都不是很责骂的语气耶。有什么烦恼吗？ねえ。はあ？なんだよ。普通的恋爱烦恼。果然被喜欢了吗？
要不要跟我去旅馆？我记得这个学院有一间旅馆 hotel， 我们可以去一下。什么？告白了？沙小，我问号哎。黑人问号，科批问号，差一个，再一个碎片就好了。哦哦哦！哎、哦欸，好棒哦！一个章节攻一个角色，哎，我可以再攻一次。在房间耶、yeah， 我们可以拥有他的酷酷了，大家可以来猜他的酷酷什么什么颜色的了，颜色颜色什么颜色，饥渴到不行，没穿丁字裤，黑丝小熊，透明是怎样啊？怎么有透明啊？白的黑丝，感觉是哎、欸，可是黑色蕾丝就跟女仆撞到啦。机械内裤，就是机械的。最后一把枪送出去嘛，武器模型，很多盛夏清凉照片的青少年杂志，他会喜欢吗？哎，国建，讨厌的广告让我没等到下个月奖品就定下，谢谢订阅。好吧，还是送稳一点的好了。他恢复嘞，他要送礼物给我。派，苹果派。You， 有头发。确定那是头发吗？不是 Q 毛吗？想要让喜欢的人把自己吃到吃掉，加了指甲的蛋糕，还有加了血液的巧克力，这还真不像他哎、欸，真不像他的个性、欸。眼熟，宛如光束枪的物品，那个不就是把内裤变不见的那个吗？那家伙没穿，
照陆监同学身上，照他照自己，他照自己身上，所以他的内裤，而且还是刚穿过的耶，刚穿过的。这句话居然有配音，到底什么样的情况要人家声优讲这句话呀？受不了哎、欸！这句话居然有配音。我还没猜他内裤颜色，白的好了，白的，还是粉红色？这个看起来很像丁字裤。好小件的感觉哦，黑的，可是好像不是丝，好像不是蕾丝的吧？是蕾丝的吗？女仆的看起来比较蕾丝啊，差不多要死人了吧？哇，怎么是你？找百田，这是百田的吗？哦。从他的房间走出来，你这忘恩负义的女人！ZWETUB， 谢天月，你为什么要一副那么累的样子，大哥啊？你还跟我道歉？你也知道你自己错了，道歉的太快了吧？小杰，两个月，谢天月，满身汗。什么？两个人都累了。想休息。想休息。你想被杀吗？那句话像我的口头禅。あのさ。杀我。也太累了吧，大哥，你有这么痛苦吗？あのさ。
好帅啊。哦，敌意。叶大姐安安，刚刚有人拿刀要砍人，走。谁啊？是不是有人做错事啊？所以有人要拿刀砍人啊？做错事的人就该死啊！原来是杀气。天国。霸王色。你也拥有霸王色，看样子我的霸王色镇压不住你。あのさ、现在站在这里的转子安学长，哦，看样子是个内鬼。是个内鬼，找到内鬼了。あのさ、いいえ。え？いいですか？哦，转子扶正。だったら、あのさ、潜入学生会之后，马上明白，他是真的相信自己受神明保佑。哦，不会有任何罪恶感。嘿，あのさ、はい。死者复活太危险，所以到底要做什么？到底要做什么事啊？けど、お願いです。はい。そうだね。お願いです。じゃあ、これだから男子は。あんたって、ところでさ、いや、そこの男子、先手必勝です。え？看样子要死人了，是不是？到安琪的研究室。美术室这里，我从国小就爱看叶子打电玩，转眼间现在大学毕业了。嗯，嗯。踢开。ねえ、ちょっと。だったら、お願いです。ああ、はい。やっほー！やっほー！およ。あ、你们两个是想加入学生会对吧？里面该不会
You. 哦，蜡人哦，是蜡人吧？蜡像 ，you， 木吉木吉，迎接转学生的仪式做的，复活仪式需要用到已逝之人的人偶。ほらほら，要疯啊！あのさ、おお、ほら、哇靠，这个 CG 也太那个了吧！哇靠 ，CG， そうだな。真的会让死者复活，哼！バカバカしい。でもでも，执行了以后真的会回来，真正的死者复活。复活的人到底要怎么去看待他、啊？因为我发生在现实生活中，也没有人敢能够接受吧。除非是以为死了，但实际上没有死。但如果都已经这样子死透了，然后又突然再爬起来，太可怕了吧！手は言いました。あ、そう。にゃはは。あのさ、はい。今天才看到被处决的金正恩前妻复活，希望金正恩的前妻被复活是怎样啊？啊，そうそう。大変だ。哦哦。你要把我踢出学生会吗？哦，原谅。神様だよ。不，总觉得转子有点危险。转子。还刚觉得你是好人。ユメノさん、大丈夫だよ。不，他说出来了。啊！啊！啊！嗯，はい。いい加減にしてください。哦，把他摇醒。终于骂他了，他觉得你根本是冒牌的魔法师吧？他居然说出梦野最在意的东西。どうしたんですか？夢野さん。すみません。哇！可其实我一直觉得他们的感情其实也不是真的那么好啦，梦也就没怎么在理转子的吼，都是转子自己一个人在那边自嗨。
可是转子是个好女生啊。ねえ。ET 吗？我的前世是鲤鱼，在乡下小镇的池塘里长大，向往大城市，趁着双亲忙着吃饵，偷偷逃家。运气好，被有钱人吊起来，供我去读人类的学校。我却在那边遭到霸凌，鲤鱼只为了无聊的理由，嫌我太新，嫌我太新。臭海鲜，古灯谢订阅，谢谢。或者跳到桌上弹跳会吓到人，鲤鱼王是不是？还有嘴巴开开合合，像要死。来自前世的诅咒，前世是鲤鱼吗？看我白痴了。那是 ET 的画面吧 ？ET go home， 怎么没有人啊？猜猜是谁？老婆，耶、yeah! ！あのさ，就是刚睡醒的。あんたって。哎呦，老公也来了。え？他们要举行仪式了吗？哦，他为什么叫他春姬？他叫他春姬？你这家伙，我把你当真心的好兄弟，你居然这样子把我的老婆春姬是什么东西啊？乱叫！给我叫春川同学啊！原来只是单纯的怕灵异话题而已哦。体质，密闭空间、宇宙还有无重力都没问题，就只有幽灵的话题。输啦！死者复活，死者复活算是幽灵话题吗？瞧，鄙视的眼神。春川草鸡简称春鸡，春川草鸡简，大小啊，春川草鸡什么东西啊？
バカが始まった。うるせえ！我下次带你去吃，我看你吃，因为我会怕辣。川炒鸡，哦，那是一间韩国料理店哦，真的假的？还有那种店，哪里啊？外面的。我还蛮喜欢吃辣的。郎中是研究，谢谢订阅，谢谢。升级了，升级了！我们要去哪里呀？他还没有写。哦，这里。该不会爆炸了吧？前门后门都锁着。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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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鸡巴开锁。哦，あのさ、嗯，哦，ねえ、おぬし、ゆめのさん、そうだ。他的存在就是在开锁啊。ほら、え、你。超高校级的首脑，他个人是超高校级的开锁匠吧，还是骗子之类的？哈哈，よし。我觉得死的不会是安琪耶，总觉得是别人耶，该不会是白银吧？这是。靠腰，这是安琪耶！お知らせします。あ！又是死女角。密室，欸，而且转学生没有转学生啊，说好的转学生呢？では。哇，这个。他们还在被洗脑的过程中，欸，什么呢？你看吧。
看样子你的神明保护不了你呀、啊。おかしいよ。でしょ？マジかよ。而且不太可能是学生会的人吗？そうだよ。そんな。でも。え？もしかして。来安琪的 CB 铃木十里，著名动漫《超时空要塞》的弗雷亚，各位觉得贵吗？挺贵的，感觉挺贵的。许安逸13个月，谢谢订阅。大丈夫だ。さて、みんな中で。Ultra 29个月，为什么我断定了马上来续订？有续订到，谢谢订阅。嗨，库玛，说好的要让天海复活，也没有复活，因为声优费太贵，请不回来。林毅，谢谢新安店订阅，感谢。某种仪式。修一修。刚刚水找我家老婆，弗雷亚刚还在唱歌，抱歉。什么东西？弗雷亚刚刚还在唱歌。もしかして。ちょっと。なんだよ。太可怕了吧，表情太可怕了吧。大丈夫。好可爱哟。そうだね。可他的词法看起来蛮普通的耶。致命伤为后颈的穿刺伤，额头也有殴打造成的裂伤。嗯，师傅吧，你不是可以保护自己吗？你应该是不用看医生的啊。应该不会得病，不会看医生，也不会死的呀，师傅，你怎么倒在那儿嘞？でも、キキキ、どうして？よし、無理だ。夢のさん、え、けど、どうでもいいわ。どうでもいい。めんどい。あ？やめてください。そうかい？え？いや。如果要和夜长同学交谈，可以办得到。ほら。降临术。要试试看吗？降临术。ふざけないでください。僕は真面目だよ。え？そう。あのさ。好，北夜晚安。